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妈。我们今天呢，准备给狗狗做一个打地鼠的游戏，看看火龙果、果汁、果皮儿，他们哪只狗狗吃到的地鼠最多呢？噔噔噔噔，这就是我们的地鼠。那么现在，心灵手巧的果妈就开始做道具喽。我们的道具做好了，这是什么呢？火腿准备好了，小果皮儿，开始吧。这近的啊，哟，你不能一下拽走呀，乖。哎呀呀，他在拔河，这是打地鼠，不是拔河。哎呦，哟。不是他一下摇的太多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没几下就已经吃了大半根，为了防止他吃的太快暴饮暴食，我准备了这个迷你火腿肠。接下来我把这个戳在筷子上，一小块一小块的来测试。哟，掉了！我的道具不专业呀、啊，他就。又吃到。哎，你堵了两个洞，下去。我弄远一点。好聪明啊，他发现手比嘴快，是不是？哟，他每次都用这一招。好了，果皮儿，你已经抓到这个游戏的 bug 了，不给你玩了，换下一只狗。果皮儿还不愿意。好，该火龙果玩了。果皮儿不走，把他抓走。火龙果该你喽，要加油啊！他光守着一个洞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每次这个你都能吃到，你这么玩就没意思啊！你看这儿都蹭掉色了，你。好，下一个换果汁了，果汁来。好好好，该你了。哎呀呀呀呀！正在穿肉呢。好了你。果汁，你不守规矩啊！好好好，坐好。你看啥呢？去粘过去，粘过去。给人，哎呦，没了。又会吃了。难度提升了啊，第二排了啊。果汁你也学会了呀，你也光守着一个洞。你的速度挺快的呀。你肯定偷看火龙果吃了。好，那你们就开始混战吧。个人战完了，现在是你们的团体战，你们仨一块来试试，都等不及了。臭果汁想作弊了，不能从这边。好，我逮住一个洞，守到那儿。给火龙果，
哟，这年轻人太彪悍了。给果皮，果皮快吃。哟 ，Double kill， 给你俩吃，快快快快 ，Triple kill， 你俩都没抢过他自己。我给你们放这边作弊一下。嘿，快快快快快，哎呦 ，Quadra kill， 最后一个放火龙果这儿吧。哎呦 ，Penta kill。结束战斗，今天谁赢了？你们还想玩这种游戏吗？哎，那里面刚掉了一个，不知道谁会发现。哎呦，果皮进去了，皮哥威武。果皮，你又捡了个漏，不愧是捡漏王，果皮儿。可爱的小伙伴一定都会关注我，喜欢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，么么哒。